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玩新嘅手机游戏就系守护宿命圣干。咁我点解会玩呢？因为睇咗 case 嗰条片啦，咁啊，原来可以识到女仔啊！咁啊，对我嚟讲系一个非常吸引嘅元素啊！咁所以我都开始玩呢个游戏。咁啊，马上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啦。好，咁呢、這个。嗱，咁啊，暂时游戏有三个职业可以俾大家拣啦，同大家介绍下。咁啊，首先就系呢个战士，咁啊，战士就系近战同埋高防啦。咁啊，难度上有三星啊，因为佢嗰、那个即系如果你玩战士咧，打紧嘅时候佢需求你嘅反应系比较快呢啲啦，所以就可能个操作难度比较高啲啦。咁啊，几型嘅呢个战士，睇下先啊。OK， 有少少金闪闪 feel。好啦，马上睇第二个职业。嗱，第二个职业我本来想揀嘅，不过结果都系冇揀到。咁因为点解我想揀？因为佢系唯一一个女性嘅角色啊。咁但系因为平时我玩呢、這个嗰啲刺客类嘅就比较多啦。咁我今次就冇玩到。咁不过其实我睇翻游戏入边咧，都好多人揀呢个角色噶，劲多啊。咁你会发觉佢嗰个难度系四星啊，因为佢呢个要更加快啊，即系你揿技能嗰个手速咧要更加快。系啦，咁个角色都几讨好啊，单麻味。好啦，然后最后就系枪兵 ，yes， 好啊，骑士大杀四方呢、这个猫耳骑士啊，咁啊难度比较低啊，两星啊，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个，咁啊主要系近战同埋呢个控场啦，你可以见到佢嗰、那个，好啦，咁我就贪佢个范围比较大啊，所以揀咗佢，好啦，咁我哋用我角色同大家玩，好啦，你见到我名叫幸运衣，点解叫幸运衣？大家知啦，好啦。喂，已经一日 loading 画面，已经见到系结婚画面啦，双倍互送。嗱，咁大家留意而家做紧呢个活动啦，双倍互送啊。咁啊，即系简单啲嚟讲，双倍奖励咯。咁你可以同工会或者你嘅朋友一齐去做呢个任务，立刻参与咗俾我睇下。好啦，好方便呢、這个嘢，呢、這个 game 有一个好方便嘅地方咧。我开始啦，就系、是、你一揿一个掣咧，佢自己会，你一揿一个掣，佢自己就会帮你做任务。咁你而家见到后面带住三条八婆呢，就喺度，即系三条女啊，就系、是、护送。其实唔系嗰个精灵，系我自己，唔好意思，即系两条。好啦，咁已经搞掂咗啦。哇，咁乸多经验咪先，第一阶段。OK， 好啦，我哋继续护送啊。哇，你见到劲多嘢揿喎，呢、這个时候我哋可以揿个开服狂欢。咁由于个 game 啱啱开嘅关系啦，咁啊劲多嘢攞，咁我建议大家唔好错过啊，一定要攞晒佢啊，领取，我使用，咁啊唔好嘥，每天福利啊，再攞，哇劲多嘢攞，一 ，oh no， 好啦，每天福利奖励一件找回啦，呢啲确定。可以继续，哇！咁我哋可以继续护送喎、啊。咁啊，呢个真系可以轻松解经验喎，黐孖筋啊先。佢喺度拣啫喎，喂！咁我点解唔拣？我就系可以解玲珑嘅，点解搞错啊 ？Go， 搞笑啊！成拖住成扎嘢，好搞笑。每天福利领取，签到奖励领取，好啦，开箱。你见到个个拖住成炸嘢，知咩事啦？其实个个都系护送，我继续啊，第二阶护送，好有祝福。我全部同意，加多啲好友冇蚀底啊！呢、這个 game。OK。哦，我整埋呢个任务，再同大家讲下呢个特别嘅嘢啊，有少特别啊。双 VIP 冇啦，其实我有考虑过储值嘅，因为其实通常我玩 game 咧都会放少少嘅，系啊，放少少，多多益善，少少无区 ，yes 搞掂，好啦，哇，佢可以继续护送喎，其实呢个 game 真系好正喎，佢因为 game 升经验咧系劲快，因为点解咧？嗱，你见到呢个上边有个60级告别单身啊，就系、是、我而家梦寐以求嘅嘢。哦，我当时见到呢张相呢，你知唔知我谂咩？我心谂，哇，即系嗰啲男仔搞错啊，咁啊样都有女仔沟到，咁我咁靓仔，我冇理由冇女啫，系咪先？我某啲角度影相都 OK 噶，咁啊，
60級如果你有睇 K 小條片都知啦，咁當你60級嘅時候呢，你就可以精婆，係啦，即係搵老婆啦，開個 post。咁啊，希望我盡快去到60級就可以做呢樣嘢啦。喂，講開又講，你覺唔覺得右手邊呢個呢，即係黑色衫呢、這個有少少似 Miss Honey， 係啦 ,Miss Honey， 即係玩魔術嗰、那個。我覺得有少似我覺得好搞笑。同埋你覺唔覺得右下嗰張水有少似浩南啊，右下嗰张相，同埋喂中间下低嗰张相系咪韩仔嚟噶，大佬吓，成个韩仔咁样嘅，喂假相嚟喎，我怀疑佢用假相，好啦，喂继续，嗱你见到你见到我用自己嘅样啊，最型嗰张嚟，你张真超级型，但系嗰呢个头咧，真系gel得唔系几好咯，顶你个肺，好似油咁啊，我到而家都未学识gel头，非常可惜，咁啊希望唔会影响到我沟女啦。嗱，你睇下先。好啦，咁你可以睇到呢度排行呢，你可以睇到人哋啲装啦，咁啊，哇，战力高到咁咩？咁你发觉都系多数都系用呢个暗影啊，好型喎，佢哋人哋啲装有翼噶，同埋武器发光。好啦，呢、這个都系枪兵啊，呢、這个，哇，佢支枪仲高过个人，我想问下佢点企起身，即系佢支枪系唔可以垂直咁样向下，如果唔系企唔到咯。咁啊，剑啊呢个。咁你发觉三个职业咧都有人用，而咁啱三个职业咧都系占据咗头一二三名。哇，哇好型喎呢把剑，睇下好似魔剑咁样。明教似乎好多人加入，考虑下睇下啱唔啱到先。因为明教就系呢个倚天屠龙记啊，咁总之我改名叫张无忌啊，系啦。咁但系讲真啦，玩呢个 game 最大主要目标都系识女仔嘅啫，系啦，搞掂。嗱，呢个 game 其实任务系好方便嘅，即系你揿一揿呢啲单人副本啊、多人副本咧，系自动组队系劲快。因为我试过，我好少 game， 因为多人副本成日搵唔到人。我上次半夜三点几四点咧，一揿快速加入就成炸。咁但系呢度唔试啊，单人副本啦，我可以一键扫荡。哎呀，要指 V I P 啊！我哋试下做个坐骑任务俾大家睇啦。好啦，嗱呢个自动啦，咁你可以手动嘅。粒粒，哇！好烦喎，顶你个肺啊！好，咁而家我手动嘅，咁啊，其实唔怕老实讲，我平时都系自动嘅，因为自动可以方便好多。因为呢个电脑 AI 几聪明，咁啊，当然如果你同人打啲超高难度嘅难关嘅时候咧，咁我建议你手动去回避一啲招式啦，系啦，或者即系去断人哋技啦。咁啊，但系打呢啲一般即系周回关卡咧，咁其实自动都 OK 噶啦，几方便。我中意呢个 game 系方便，佢好真系佢无论解任都好啦。基本上咧，你一揿个任务咧，你陪你我而家点个任务咧，佢自己会解噶啦。咁啊，成个过程系你唔使担心。咁啊，我呢啲咁嘅契弟系比较中意呢一类咁嘅玩法咯，系啊，真系咁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唔同 case， 因为 case 嗰条 case 麻布喺隔篱，佢根本就沟唔到女，我唔同。系啦，我唔同，我隔篱冇女，所以我去沟女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嚟到呢度先啦，因为我要马上升级去到60先，再继续同大家玩啊。咁啊，如果有女性观众有玩嘅话呢，如果你又想识老公的话，咁啊可以考虑下我啦。咁啊可以留言话俾我听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一齐下，再一齐玩。系啦，这个游戏很好玩，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